是人多才卡惨，不是那个人多。你们要去外面吧，哦、去钟楼吧，钟楼好打。别，真的哥，打外面。要打外面，行啊。外面慢慢推，外面。OK。外面慢慢推进去。没有问题。我打里面打吐了，我不是很猛，我打不过。我被他们打的头不是头，是旋转的地球啊！东南西北找不到家了，好多队友。一二，不对，这算少的了一个。昨天我吃的麦当劳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天天吃麦当劳也不行啊。对啊。上面还有两队。热量太高了。没事，有一队跟我们一样的航向，他走了。前方有危险。标点那里也行。看见没？我标点没。标点这里。过来了。我标点这里吧。又开始卡了，哎呦，这个伞。哎呦我的。这飞的要跟着飞。快进来。让你脸上有人，哪个我操，还有一个，好的，他们两个。你们赶紧走吧。哥上哪？打个药。打。我们跳击阵吧。好。他跟我站一条线上。咱们慢慢来。有人啊，击阵有人。有人吗？有人。不行就别去了呀。对，别去。你找别的野区苟一下，航向远一点的。等我们出来。好了吗？没有，我们是打里面的，不是你们那的。好了吗？死了。来，牛逼！看到了一只人机，我去把他打死。再往回跑，药也没有，啥也没有，打毛啊！有药了，你过来，你救！不要了你，我有了。等一下，不行。哥，我们走。你把车开过来，你别开那边有人，开我这儿，右边有人的。对，快走。你开过来，后面有人，哥。哦。给我。有雷吗？没雷，我们就。没雷，打不了主楼。上面也有人。我还有点卡。不是，我刚才看到后面那块有人。我们后面来人。后面，因为不卡后面的吧？要不要？他比昨天还呆啊？怎么？嗯，跟他干拉倒了。对不起。你怎么一天比一天傻呀？来打他。下面有个干拉，等一下，拉出来点。等一下。不，我刚才我看附近都有人，然后我就蒙圈了。前方有危险。我知道。往这上来了。我给他们两个麦毙了，我们两个打。OK。不要上来了，说是谁在说话。啊，你说话。哎。我逼错人了，我靠。后面。我靠。下来。对，刚想逼个麦，你刚跟我说话，我就说哎，没反应过来。
嗯，这下不用避了，这下他们去吧。你们来出手路吧。嗯。哥，这回可以。没事，你来，先收。我有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标一下。哎呀，这两个。有。可以可以，这四号。你能开车来接我吗？一号是。能。我给。牛逼。啊，他车没有油了。我淘汰王了。没有吗？我看一下。你在哪儿呢？我看一下。废墟。不是，那昨天都还好啊，昨天还好啊，今天感觉变呆了，急得很。我他哥的，我递错了，我刚刚不说话了，我操！我刚刚没你你飘过来吧，听到了。昨天还会玩游戏，哎、今天简直不会玩了。我要不要直接走啊？不打了，我有龙，捡到龙了。我要不要不打了， okay. 直接走？你打的话没打过就浪费。对。我操他妈！着急的递错麦了，我靠！一开始递了一号、四号的麦，然后这次你咋不说话了？然后赶紧，然后在那调一下，我操，我就倒了，就嘎了。完了，我走了，我的龙呢？我这里有物资。哦，龙在这。跑路，跑路。心乱了。然后我看。不该心乱呀，妹妹有男朋友的。真难受呀！溜了两个。哎呦，我还是想讨他点人头吧，我不管了。嗯嗯，拉吧你拉，没事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四号能跑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跑吗？跑就算了，走吧。不打。对呀、啊，你那么肥，你填几个背景回来呗。哎，没背景，没背景，也是穷逼来了他们。那你别回来了，你在这打吧。有学校被收了吗？不是宿舍楼被收了吗？我们就搜一下。没看到，我去看一下。宿舍楼按理说飞不到，应该没人。我们车用不了了吗？我要桶油。我这有车，有车有车，马路上有，标了把 M 四和二级甲。标了，捡来捡来都捡。没子弹。面都被收过了。收，找你们。我怕我一会又落地。只干38子弹，什么啊？我又不是走了，跑路不是。我们这本来带他玩都已经那个什么了，哎。我拿 UI， 带他玩已经破腻了，你们要不要冲锋枪的快速扩容？我有那个要求高一点，怎么了？那油麻拼这有你要吗？啊，那你不要。标完了、哦，好，我标完都扔一块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嗯，然后七六子弹你们要吗？100发。不要不要，有了，有的是。说完就可以找人打。以后不和我玩了。你们有没有轿子啊？要不要我开辆轿子？有家伙，有。不和我玩了。带了三桶。哇，这么肥！我直接肥了。要激光握把，你要？那你是说今天我可以放假了？今天，今天我可以休息了。有多的抽风裤？周日啊，周日以后都是周日带好吗？周六，我发现周六你们基本上都没空。你从龙狮城出来。周六你们基本上周六的晚上都要出去玩，或者说干啥干啥的。应该就周轮的三个房。直接周日吧。嗯，就穷了。那意思说今晚我可以休息了，挺好。哎，没事事啊。谢谢，谢谢各位大姑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各位大姨，还有各位大爷。哟，年兽，我去打一下年兽，看有没有自由期。脚步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真的吗？人机吗？这是。我听脚步呀。不是，这个你们
说的让我，你们说的让我去休息啊。我以为你们打什么呢？有游戏，我解到是游戏，就可以。物料咱要吗？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，来一点，我还能给。这个扩容和补偿。那你60发，不过我可以再给。来了。我伞包要不要捡着呀？可以啊，捡不下我来捡的，这有用。我捡得下，我捡得下。好，我都捡得下。这你们让我休息的，然后哇这样，捡来了。不可理喻，蛮不讲理。上车，赶紧上车。我加桶油先吧。我呀，反客为主，牛啊牛啊！空投在好远的地方，在渔村那块儿。前面有狮子，前方有危险，是龙龙龙龙龙龙，是龙，就一个人，就一个。我来加桶油，追他。他往空投方向，渔村方向走。好啊，大哥，强词夺理。最后一桶要给他加满。我旁边我还有卡的，看到没有？手臂上。我们这边看不到，看不到的吗？我都还有卡，我操！当时然后失效，要不你先回去再打一波，35秒，不要，买什么奶茶？不够，我自己都好久没喝奶茶了。三包飞过去差不多了，过去就没卡了，对，直接嘎嘣脆。那你稳健一手吧，上个分。路可别发呆，看我造型，哇塞！今天的小目标都还没完成呢。看了没？不吃不饿。战神1157。每天都这样，你知道吧？就想早一点起来，先上午冲个100分嘛，然后11点才起床，真牛逼！11点才起床，然后我刚吃了早餐就来打，刚刚上班去。昨天我跟哥哥分手，信誓旦旦的说，我说你等我上个11星哈，然后我说今天打能有牌面，然后我好嘛掉了，逗死我了。这一波反向上分，万万没想到。对呀，哎呀，我都上到我们俩刚分开的时候不是什么
刚你这个不对劲啊，你这个话说的，我们又没有在一起，怎么就能分开呢？不是，我是说就不在一起打了嘛，然后我就寻思，哎，不在一块打了，我寻我再自己再上点分呗。哎，这家伙分上的，倒上130分还140分，139分，140分，倒上139分。然后给我干哭了的，他喵的。还好，一个游戏。昨天我那小朋友才是。什么小朋友？什么小朋友？我那弟弟，跳了一把43分了。哎呦我操！叫我43分，我今天战神又上不去的。叫我战厨烧上线大都赛吗？大都赛不知道他们几点打。我们跟他落地就打 T 神，但他停。现在还没有组织者。秒了两个，然后过去白给的。我瞅一瞅。点完就是十步，打了打，顶都顶不住。哎呦我操，不玩的，睡觉了。他讲话都没状态的，他挺猛的，纯经典。带星星链不知道头疼不疼啊？15K 的牛马，我操。哇，现在小孩子都好厉害，他直接那种，他上战神的，他就想保战神啊，现在单纯保战神。然后刚带老板带完，哎，自闭了，不想带。黛西昨天打着打着头疼了，自己玩。我很喜欢他昨天说的那句话，很有气势。我今天要把所有失去的都。拿回来，然后可能拉多了，我操，头疼了。中午上个100分。四号在那装人机呢，我靠，机场圈呀！我靠，没事，咱们可以堵一下桥再过呀。我上桥顶吧。哎、我们不是有龙吗？哎，那个龙给我。有。停！停一下，我给你们看。我跑这边来了，要堵桥我就上桥顶了。来，你要不要？现在给你，过来，右边。你给我吧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还有4分多钟。我知道，够了。我们在这儿吧。我们在这儿。你们可以开车。狮子后面，狮子，我操！那是。还有人吗？我想去天包，我不知道，就一个狮子，不能赢太多，赢太多没人和我玩了。我也得不过吗？你要在这里等，不知道耶。包呢？我只发一颗子弹。在这里堵的话，我就踩光明顶了。哇！我就不过去。他好肥，他有 A 打。我们不还有个闪包吗？等一下还可以闪包过算了。我也有闪包，我也有闪包。对啊对啊，就是没有背镜啊，这个人真无语。阿布，阿布是谁？我有个4倍没用的 AK 压4倍，你要的话就给你，要不要？谁呀、啊？你要，你来个背镜不行？丢了，哎呀，这还没上去，你咋掉下来了？哥给你，我没上去，谁？这么好的吗？哎呦，兄弟们，你们说这个妹妹沦陷没有？我也搁这趴着。我在这儿趴着是在这块儿是不是不太好呀？我在这块儿。哎，他怎么掉血了？不上了，上不去。这还上不去啊？哇，你骑龙了？不上了。你看看能不能从光明标记了一处地点，直接飞上这个。妹妹爱上我了，怎么办？得从边上。我这给不了她未来。对，就从光明顶直接冲上来，因为龙飞不了那么高嘛，你试一下。可以的，他这个得撞边能飞的。你摔死我救你好了。摔不死，我查这个。OK。啊？这还能上？哎，不行。来了个物资车，我吓我一跳。爬上去知道是吧？嗯，你沦陷什么？你不能沦陷。对了，你一个男的沦陷什么？来车啊、不是物资车，我看错了。吓死我！不行啊！这个虫不行了，不行了。
是时候和他断绝关系了。OK。什么断绝关系？操，都没有关系。打不炸的。都没有关系，哪人断绝关系？这句话说的不对啊，是时候和他说再见了。四十嘛，不能让他。这个刚出来的时候给他希望啊。差不多吧，要打跟那个装甲车一样的那一种。有蹦子、啊。前方有危险。停了。停了。下了一个。刚才我的枪走火了。来，你们几个人架着吧，我干拿他了，帮我架一下。你小心点，别怪。二号就帮你了。他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那我丢个雷。来车了。啊，开进厕所。死了吗？那个。不要打我。四只死了，我们这里面也死了。刚刚有子弹打我，没有枪标。有枪没有枪标的子弹打你，是不是桥那边、啊哎？远点的，不到哪边。哥，他有倍镜吗？有三倍吗？好像有个六倍，他有个六倍，厕所里面。咱们过桥呗。来了。做闪包。有闪包吗？把闪包我看一下，两分钟，啊、我再放、哦。可以用、哦。你放一个，等一下还能再用呢。等开放一个，你对面有人堵桥吗？是。不确定。你开龙过去看一下，你从侧边过去。卡着呢。好，我从侧边过。没有，你从侧边过。你瞄了这个龙，一点都不听话。那你们开车吧。嗯。闪包的情况下开车。刚刚有人打我，你小心点。别在水里面给扫炸了。桥上，没看到人。妹妹怕是沦陷了哦。没看到人，柱子上都没有，桥顶也没有。斗子里有吗？斗子里我看不到，但我现在过来看了，斗子里也没有。牙齿，我们走了。过来。有一队俱乐部的，就是那队俱乐部，然后是人机。这队 YY 好像还是啥玩意？YY。帮我取子。感觉你骑龙不太安全嘞。没事，我帮你们挡子弹，没在这防区。我估计他踩在边上的防区，中狗分的。看不到防区，没看到。几点大楼上？现在还没人报名啊。哎，有个年兽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说我三级包怎么捡不下东西？哎，老捡一些什么卷轴啥的。哎，桥上过车了，桥上过车了。前方有危险。两摩托，摩托，好快。没了。怎么往这上面开呀？干嘛呀他？不知道。他捡空投吧。不是他空投吗？哎，我前面防区的全。整个。整个狗子，狗子，来了，来了，懒得换枪了，就两，哎，我这里，我前面，哪呢？等了100多米，看到了，100多米，看到了，两三个，看到了，两三个在。前方有危险，走，这个地方。哇，
这个人绝对以为我开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直接烟里穿死他。刚好有个树，我想什么看不到他们的。他们这个背坡好像看不到了，是打山的。这边还封烟了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不知道是不是被他们清完了。他们是我全往山上跑嘞。走呗，你往这边拉呗。哪个人？我来。你前方有危险。我在前。都在山上，都在山上。下面干拉的已经死完了。上上小心点。我上拉了。往坡上拉了。哇，车都坏了。打不了游戏，找到点四幺六了，哎呦，还是嫌麻烦的危机。全在那坡，好像我们拉这里阴他们，等他们。OK。我就怕他们是两个，还有个独狼包在哪？不是三个人，三个人，他们一队的。OK OK， 一队俱乐部是吧？俱乐部的好像死了吧？没死，没死，没死，他们把那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前方有危险。我抽不了，掉了。你们那边可以打侧面吗？可以补他们。补了他两枪，说好。二两。最后一个了。就在那烟里，还剩一个。干了。这下子不打这样子枪了。他从烟里出来了，别让别让别让，绰号绰号救起来了，有自由器好像。牛逼牛逼，牛的牛的，我操，分满鱼加十一分，加十七分，怎么我把把这么 K 啊，我操，啥玩意，我吃饭去了，你们玩哈。好的好的，上不一个。嘿，别发呆，看我造型，妈的！十六分，这四十九，这两把打的怎么样，哥哥？嘿，可以吧？可圈可点。那我那个，你让我怎么回答呢？有卖吗？不能给他希望呀、啊啊！这妹妹是有男朋友的。Hello，Hello， 啊，打不了，好兄弟。让他唱歌，哎，妹妹，你会唱歌吗？
我会唱大花轿。大花轿，大花轿是什么歌？太阳出来，我爬山坡，爬到了山坡，我想唱歌。还会其他的吗？其他的。嗯。谢谢喜仔啊送的办卡，谢谢。有卖是吧 ？OK 啊。有卖有卖。嗯，我得查一下。查一下。看一下。对。嗯。你平时都不唱歌的吗？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我加油，特种兵。唱歌不好听。不好听。嗯。是找不到调吗？就是什么歌我都会唱两句，然后唱一整首都不会。啊，对。三十七给你打追念的，打追念的。趁飞机还没开，给你唱。但是我得听曲子唱。你听，你想唱什么？我看一下。我操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啊！来当 BGM 的，我操！这个特效，那你来。老牛逼了！我给你唱一个出卖啊！啊，出卖！啥玩意？我好像听过这首歌，怎么？你来，好像不是。我操！下一段我听一下。出卖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。却换来灰烬。啊哈。好吧，我不会唱歌。我忘记结账了吗？忘记结账。你这是不是要了你的命啊？这是要了我们的命啊。我唱一首。唱得很好啊。把我的御姐音拿出来。你夹一夹，夹一夹。怎么夹？等一下，我夹一下。别人一让我夹，我就干嘛？等会儿啊，我有点紧张。你紧张什么？快快快，马上落地了。这样可以吗？再大声一点。还要大声一点吗？嗯。我要说什么呢？你给我个词儿呗。哥哥。有点难，我怎么总感觉难以启齿？难以启齿，很羞涩吗？脸红了吗？对，对，脸红了。脸红了，说明心动了，心乱了呀。又开始了，我别心乱，心乱的。心乱上不了大分啊。对对对，心乱上不了大分，等会儿啊。我们要去那个前面。哇，怎么有个人啊？爬回来，爬回来！我在爬，我在爬，我在爬。爬回来，我在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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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爬回来了，他要丢雷，他应该要丢雷，让我再爬一下。爬爬爬爬！他要叫我，他要叫我，能救吗？能救吗？你们？能救，能救，能救。有没有药包啊？他刚才大有，刚才大残了，差点死。我靠！吓我一跳！老六，哎，倒了，牛逼！那三号怎么跑那边去了？三号，我封了颗自闭烟，麻木啊！走，他死了。啊，不是有两个吗？就他一个，我有两个吗？就一个，就一个。我不知道。
要去三号那儿。帮他一下吧。对，走吧，走吧。这个大堂有人，前方有危险，看到了。前面开枪啊！我操。哦。打倒，打倒，打倒！一个补了一个，打倒。哎，那是。还有，还有。我给啊，在哪？门口，在上面，在上面的上面的，在里面的上面吗？对，梯子上面。小心雷啊！不行，我等你们。他扒雷了。小心雷，他扒雷了。扒雷了，扒雷了，我没有药。啊，我也没有药。没事没事，我打你。三个。我捏雷，我捏雷。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好牛逼！还有外围，前方有危险。是不是跑了？他溜了，他溜了，他跑了，往后。嗯，过来。我一滴血，他一个跳下来，碰我一下，我就死了，好难受呀。跑去阴我呀，嗯，没有成功。要不要背巾？要不要背巾？我要，我要。要，能把我的六背巾给我带上吗？放在背包里。我不知道你包在哪。我包就在那大厅。哎，不用了，我捡到六背巾了，你们捡吧。我就在你们附近哦。简单搜一下，不行不行，我得换死干，不能上榜那样的，我操！三号打死了，是不是从我们这边跑过来的？嗯，那应该就是他了。你要回来吗？你可以回来搜。我不回来，我在你们附近，我在你们附近，我不回。我们刚刚就是后面是不是有枪声的？就是那个。嗯、对，那后边。没打过这里，我不知道那里叫啥。往前走吧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过来。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。我以为你要唱那个爱情买卖的那个出卖呢，出卖我的爱。我以为他唱这个，我刚才也以为他唱这个，原来不是。那个我这些歌都是那个，就是之前当陪玩点单群的老板要唱的，什么大花轿啊什么的。我都是现学的，点这种歌呀？什么老板这些是？对呀，怎么好这口呀？他说那个要让他就是让他舒服，让他开心，对吧？不，让他就是笑，你懂吗？就是意思要把他给笑死。完了，我卡麦了。哎呦，我没卡麦。让他笑死。我卡麦了。就是他出主题，就是懂吧？什么主题？然后不懂，然后他，反正我唱完那大花轿，他给我发什么绿帽子那种，反正也就300多块钱嘛。哎，多少？唱首歌300多块钱？对，歌那个 EST 他不提。那什么不提抽成，
就是别人给你多少单，嗯，就是多少单。龙狮城啊，北冰吧。狮城吗？那走啊。叫着叫着，前方有危险。我坐到后面老慌了，我操！不要发。哥哥，我没有卡。我先把你放外面。好。哎，三号救命！我这卡住了，怎么往这上面窜了呀？我操！5分钟，我们到那里应该打不了多久。这有包，这也有包，哇，这好几个包。这不对劲啊，让我肥肥的。我们妹妹不夸我有钱，昨天已经夸过了。哦，进来了，你们就不需要这显卡了，对吧？你下吧，你下吧，你下吧，你往右边那个房区走。好。你们有听到枪声什么的吗？没有，要打个连射，我操！有脚步，打个连射，有脚步，就在我前面。前方有危险！完了吗？应该打两个姿势的，两个姿势的。嗯，那我右边老六了，好像。我说打一个人机，我打一个人机。出卖我的爱，背了良心债，最后的你。什么放手？我想说我没小药，哎呀！你开了一个宝箱。宝箱在哪儿呢？房子里面。嗯，好，那我进来了。
啊，年兽，我去打年兽去。狮子好像还没五呢。哦，我捡到个狮子。没啥。狮子五过了是吧？对，五过了，然后他剩一个。有包吗？我刚刚那次年兽还在不？什么包？打一个自由戏。年兽我打了。丢弃了几百敌人的箱子。别人的包啊！我靠！我这边还有一个。你们打的包在哪儿呢？填点药，没有药。那个三号知道。三号在哪呀？三号都不搭理我。三号外面。哦。我这边这只年兽溜了。在哪呢？给我点药好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那哦，来了，好像让我捡过了。哦，没捡过。三号，你要快扩那个冲锋枪快扩吗？多的吗？对呀，我把那个 UMP 给我这里有物资，把 UZI 给扔了。我们该走了，我拉闪包了。嗯，好。哇，这还有个包。四号，你回来吧。标记了几百敌人的箱子。出卖我的爱，背了良心债。哇，这怎么这么多可乐？最后知道真相的我也没掉下来。我还想要可乐呢，就缺小样。OK， 我捡完了。快过来，二十秒，四号。完了，网卡了。你不会来不及了吧？你是不是在那里捡可乐？你是不是在那捡可乐？网卡。哎，两秒，一秒。网卡，棒！啊，上了。哎呦，没有，我刚才网卡，我可乐早捡上了，哇！够上了，你全部捡吧。我们去哪？哎，去这个甲子库也行，但是估计有人。可干一波，这个甲子库吧，红点那个。红好。刚刚你们不是谁打年兽吗？是收，我打了。对呀、啊，那里那么多可乐。我没捡，我忘了。脑袋有的时候就会掉一根。他那个山上有那个啥，有空投。哪个驾车库啊，哥哥？红点这个。嗯，好，看到了。上面那个有人，下面有人。我去把那个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上面有人吗？有人。有人，我偷摸把吉普拿了，帮我加一下。你这样跑要死的。没事，没看到我，因为我跑过来了。今天大斗赛还没有人报名啊。OK， 我偷车回来了。你们都什么时候上班呀、啊？初七吗？还是初八呀、啊，兄弟们？好嘞。初七上班，明天就初七了呀。哎呦，老好玩了。
我组织一下。我问你问他们。那个三层楼肯定两点，老多人去、啊。大豆菜两点。35。31。我这里有物资。金马过去了。他想抽我们。这么勇啊，上面露枪了、嗯、带戏报名了。这打我，这打我，来对一下，对一下，走。他在玩闪身枪啥的，被你们打的都不敢动了。走了，好兄弟们，我们进圈了。我操，都没看圈，我操！我掉大针，没注意。我掉大针。怎么上不了车？那个三层楼肯定有人干了。哎呦！有人吗？有人有人。Okay. 有，确定。有龙吧？是不是？咱们是不是有龙？我。我操！哇！好狙！你要来雷，你要来雷，你躲一下，你躲一下，你快回去！三层龙摸过来一个了。戴西说我不搞申请事故。你们可以蹲在我的位置。昨天我不是给了戴西一个机会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小老鼠。昨天给戴西机会啊，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住啊。他完全可以不跟他摇骰子的。肯定能啊，二级头就是你。那我对了，有点怕。有人封烟了，有人封烟了。他想过来干我们。他点不要。封到我们假的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有点慌。哎。谁扔的雷啊？轻点，摸过来了吗？他们的。没脚步，应该在被迫丢的。对，我看到了坡后面。哎，又一个狙，我操！好一个，很烦。掉不掉 ？OK， 我二倒了。他在那里爬，你知道吗？在那个房檐这里，哎呦，老搞笑了，看着他。点了两枪，很疼。哎呀，骂这狙挺准的，这个狙。啊、我靠！我点了他一枪，然后他把我直接狙倒。别对了。不对了，对不过他。都是小。我牛逼。这圈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呀？对呀、啊，我都不敢再防岩了，我操！怕后面突然来个人给我秒。哎，队长！被房顶打的。嗯。有人抽烟，有人抽。
从里面压过去了，这么狠。给他架，非要补了他死补的。办法，那个人在房顶露个小头补的。我在侧边能打到他，但是没用。他直接拉了呀！兄弟好冲动的兄弟。拉到山中间。兄弟很冲动，我讲，打倒一个就要干别人了。不对了，他是他有龙吗？是这个三号有龙吗？好像是，好像是。我有烟，我有烟，你想拿吗？拿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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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还有人抽的。哦，好。后面我刚刚帮他架枪往山上跑了，给他后面抽了。哎，这个局。哇，看到我了。哎。你干嘛？要送我个药包。那对 ，OK。哎，不对，药包呢？药包分你一个，给一个。对，缩圈了也，缩圈了也，这圈三十个人，要扎吗？就直接扎吧。往一边。等一会儿再扎吧。他还在房顶。哎，他又狙到一个，这个人。上车，过来。房顶有进楼。我知道，打药。前方有危险。我操！原点来点我。有药吗，哥哥？别上！那个油罐子上了，然后让我干死。招募一个。嗯。好的，哎呦。这一边扫都不扫我们，硬一点的才站着在扫。嗯，刚才我看哥哥在外面，然后那个被炸了一下，然后有一个人跳到油罐子上，我把这油罐子人打倒，然后身位拉给那个。那队友，那个队友来了，那个猛哥。OK 啊，来。来 ，OK 呀、啊。扣了五分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噔噔噔噔噔噔！哇，这个航线肯定要卡的，真的，没话，没得说，真的。得卡死，
没沦陷了，不能让他沦陷，明天不和他玩了。跳边路。等一下我和我玩什么，这男朋友都不要了怎么办？哇，他不是说不让跟他跳哥哥妹妹，明天死鬼宝贝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玩游戏是单纯的玩游戏嘛，但是他这个有非分之想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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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哇靠，下饺子了。有点恐怖。哎，这块儿前方有危险，没有人去啊？不，有人去了，有人去了，去下。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。这四个，没事，跟他贴，这里可以贴。OK，有一个往我这边飘，往我们这边飘。他妈的，你不是？他走了。我操，一面。打穿一个。我需要瞄准镜。下面是不是还有人呀？啊，好卡，先不急着打。楼上落人了。落人了。我这让你抢了。I'm sorry， 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没，不是，我只是那么说，没说你抢我人头。我没枪呀，我操。然后十杆没子弹呀，有什么子弹呢？我就60发子弹。我可以分你30，我可以分你30。那我分我呗，我100HKS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也就60发分你30。我操！哎呀，打我！我有 AK 的子弹。我100HKS 10杆。要打就打。这里有个 UZI， 要不要？我这里有物资。这里有个 UZI。对面的开车了。又飘了一下了。能过吗？前面有打了呗，我是30发了。来来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后面有人偷，我操！后面把伤号偷了。来了。前方有危险。这石头后面。石头吗？我有雷，等会儿不要着急。你丢。真给他跑进去了。给他回去。有药包吗？你们谁有药包？我两瓶饮料，我有，过来，治好，哇，这里也太穷了吧！有没有烟啊？封烟进去打那边呢，烟也没有，没有烟，没有烟，只能干拉吧，干拉，喵的，啊，他拉的，好，出鱼仔，跟他。脸上房子，救他！我的，这里很漂亮。妈，你真是个战神。喂，你房门口吗？哈，哎，房门口。
跟三号后面。主楼这边好像是主楼的。那主楼没人了吗？还有。猫过去，猫过去把主楼打了。拉雷了，对对，倒，哎，没倒，他可能在二楼了。还在上，打到两个上。我操！两个倒了。我操！昭天龙上面不知道有没有人。哦，外面应该那个箱子被打了。去打这边的，前方有危险。对对对，打那边吗？来了。那打左边，打左边。那边跟着打，跟着节奏打。没事，我支教龙架的。看后面，有的啊？你怎么捡到自救器的呀？中楼那个，中楼那个。我操！我还想着救你呢，怎么没有救援剑呀？我操！他哥的，突然冲我脸上来了，反应不过来了。狗子的，他在阴着。我操！粉色兔子脚，捡一下，必须捡。这。哪里啊哪里？二号屋子里面还是楼顶？他跑了，跑外面去了。在跑还在跑？引起来了。哥哥，机场拿车走了吗？我去打野了。你他喵的，说完了你他妈就跑。哇，这外面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别让他跑，打死他。他已经跑了，他跑掉了，傻屌了。算没了吗？这算没了吗？可能没了，就他这个老六，我个三宝没弄。你们机场圈，你们过来接我呗，给我带个背景扩容行不行？可以可以，我给你带个背景。我以为没了，你知道不？然后我刚就说那边还有一个，但不知道他是了。没听见，你知道吗？我耳机不太好用。龙没了。狮子没被拿。被拿狮子，狮子没被拿吗？嗯，我操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那边有上面有显示啊，拿了他就那有一个什么贴子，看见没？他狮子那下面没涂那个贴子。我操，没注意这些细节。我给你拿个狮子背可以吗？行，给个背景就行。带个扩容哈。好，扩容去了，我能带就给你带，应该可以。谢了，谢了。Yeah. OK， 什么？看看路人，看看我怎么了？急救包给你带了。我怎么了？好，给你带个三倍吧，十倍。先三倍行，三倍行。OK， 不要十倍。那一起弄一下狮子，好像有空投枪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两个人狮子，两个。冲五吧。噔噔。两五啊，开始呀！谁的那个开始？我以为差一个人，把你困在里面。拿个外卖，一跑都跑不出去。大酒砸呢，还是大披萨，还是啤酒零呢？别想太多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大菠萝，有个菠萝。姐，中吧，中吗？好出小。又是整把 AUG， 直接给这个狮子杀了！快发闪爆！有啥？真的 AUG， 哇，好！我这里有物资。好恶心啊！我去放闪爆。那闪爆那个捡了吗？我放了。狮子的闪爆，我捡了。
这里有补偿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扣油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扣油，你们谁要？给他带一个吧，给他妹妹带一个。扩容给他带了呀，带了一个。带了他。不是快扩的话就不要了，我有扩容。哇，哎呦，他要求好高啊！你要求还多，那我丢了。我也丢了，我也丢了。哇，我们都没有快过，龙四神出来都没有快过。对啊，这好不容易想给你带个扩容的，搞得还生气了，不给了，不给了。我不是怕占你包吗？我背包空的很。我也是啊，我还有四分之二呢，差不多一半。这么分之二吧，五分之二都没装。我带了伞包，哇，要是把伞包脱了，我就一半空了。嗯，我们去哪？我们去哪？去我先找他吧。来我这有那啥。跳公路拿车吧，跳公路拿车。我有车啊，我有车呀。Okay, okay. 会不会在天上被炸死了？不至于，不至于。直角，拿直角吧。星星有人要吗？清醒，我压不明白。不压不压，看那些人拉了压了老稳，但是我压不明白。算了，我拿清醒吧，好久不打清醒。狗都不打，老容易跳了，打了打他自己就弹了，跳了。压清醒他会左右飘，特别是压红点，来了，一百米都压不明白。哥哥去哪儿了？我靠！掉海里了，背景急救包丢了。哎啊，三号怎么了？我操，要回来了回来了吗？能飞回来吗？飞回来了，只有找个船去接他吧。哦，你飞得回来啊？空投离我们很近哎，东南前方有危险。是在海里吗？哎，在海里面算了。哎，狮子我没拿完了。你们是不是一人有一只啊？狮子被你们拿了，我忘了。三号有一只吧？我也开狮子。对，我拉了一只。快来！我第二面板，然后狮子是第一面板的。狮子能不能调面板呢？不能的，对吧？不能吧？说吧，你坐他们的车，别坐我狮子，我自己一个人开个狮子。有年兽，打个年兽吧。看看在哪儿啊？背劲还要吗？背劲。背劲 OK。OK OK。我操！他没有自救器，他有六倍镜。哦。我拿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有三倍。走吧，前面空投。不行，我们去堵墙也行。空投。在海里面不管了，我们不管了吗？那就堵墙去吧，走。对对对。好，我在水里面。还有个伞包呢。我也有一个，哥哥拆外卖了，哥哥在，那先放着，反正饭又要冷了。对，每天都吃冷饭，兄弟们，太可怜了。吃外卖就算了。哦，原来我没有投资物啊。吃的外卖还是冷饭？就一个烟雷什么都。我靠！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才发现我，哎，不对啊，我三个雷，一个蓝烧瓶，两个烟。我通常都选五个烟的，但是现在没烟。墙上是不是有人趴着？墙上有人趴着。一个，看到我们了吗？看到了，他转视角了，我看到了。可能不秒吧。刚刚能秒，现在应该不。刚能秒，他就在这，刚才就在这块。前方有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看不到上面，我拉，我操，我拉了他防区，我应该能偷。小心点，别被搞炸了。看到防区，应该不至于。还是我避开他们枪线。看到了，就在这儿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OK， 我拉这里了，就是。他在那里，搬进去了。
按兜兜里了。有人开船，看到没有？前方有危险。看到了，有人开船，有人开船，哥哥，你回来吧。同频断了，稍等一下。好像我看了蘑菇多个人查出来了，查啥？对，我就在这里玩，为什么在咬我？走吧走吧，吃不掉这一顿，走吧。哎呦，打我了。哎。要去哪？我们去来这个地方吧。嗯，想要点子弹。子弹物料吗？我可以分你点。好。我想吃个饭。我丢了。一楼。嗯，好。一楼下面。前方有危险。嗯，好。哎，好，等等，可以可以。我一定没换战服，所以我才死。吃个饭，兄弟们，吃个饭，吃个饭。冷了，冷了，真的冷了，再不吃真的冰冷了。Okay. 还有一毛，还有那么一丢丢的余温。哎，咋还能上楼顶呢？我操！哦，狮子开上来的呀！狮子能跳这么高呀？哇！对啊，我操，狮子能跳你想不到的高度。来，这个顶好像没什么卵用。这个被抽了要哭了！一被抽我就点开我的道具，狮子直接跳。自己快炸了，操！不是你干啥呢？完了，兄弟们，完了完了！嗯，我啥也没干。开始勾引我了。完了，这个妹妹，这圈怎么说？我不干净了。哎，我刷回去了，走吧，回去了。我闪包，我闪包，我们还有两个够用，我放了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去打海边吗？还是打山房？山房吧。没有山房。OK。海边没有车，挺难受的，我操。这个房子也一样。这妹妹已经彻底沦陷了。估计我再聊吃聊吃，她男朋友她都不要了。有人我就落那个矮的那栋，我落了这栋房子。我沦陷什么？我沦陷在炒饭里面。好好香。落了。嗯，没看到车耶，还没有人来耶。有两个蹦蹦，有两个蹦蹦。刷的，这圈才刚说，可能再过一会儿就来人了。对，把布拿回来吧。来车了，哎啊！
哈，你叫什么？我就不往那边看好了，我现在让他放近点再打。根本就挡不住这操作。你刚都挡了我一下了呀，挡，不然我就开始。我怎么又落海里了？水里的圈儿，我们都喝水。有龙就好了，我操！真是的，过狮子，哎。狮子也不能在水里走啊，能在水里走吗？龙可以在水上。对呀、啊。龙还是要比船好。但是船可以打枪，龙不可以打枪啊。对，所以船更好。安全。但是龙可以打药，跑上面跑到中心一点。哎、你那龙都爆了、嗯，让人船上打爆了，你还怎么打药？也是哦，我操。对吧？哎、闪包，这个飞机闪包的，对面过来了，两台，两队人的，都过来了，感觉有人落，可能落我们这儿，没看到啊，头上，没有哎，没有落我们这。可能去抢双仓那边的，要么对双仓那边或者海边。哎，落了一个200，在落海边呢，我操！哎，没海六，往海六飞了。对，海六有龙，还是圈，海六，我操，海六有龙，前方有危险，海六有龙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三个搁厕所里面。接着吃，没事。二号，你小心，有一个人骑龙，好像前方有危险。你在那块趴不了。对枪？不对的吗？你们要看右边，我看左边。耶、yeah? ！全在厕所里。后面来辆车。前方有危险。来辆车。往这边开过来，看到了，前方有危险。打亮。完了，被他们打爆了。前方有危险。山上还有人。前方有危险。被他们打爆了，可惜了。哎，我想扫，又怕后面那个勾我。哎呦，没事。可惜。不出意外是我们圈人，你等一下，等快缩毒的时候，毒快缩完的时候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你闪包还可以放吧？可以。对啊，你等看了最后十秒，一分多再放。OK。放闪包去哪？欢迎。看圈啊，他闪包放完后圈也刷了，你这样下个圈怎么多？好，看他这彩灯，看着右边的，是右边点的我们这儿，嗯，我们这儿，希望是吧？跟他打架了，哥哥你在干嘛？蹲点，这凶手好猛呀！当老六，俱乐部穿了两次，这个凶手牛逼。是啊，你可以出来放了，你可以看一下看能不能放。你得先找个地方看能不能放。我就怕你找不到，你来我这边看一下。前方有危险。不会被打的地方。OK。差不多了，放完后缩毒了。
我们圈。哎，不用找圈，没事。对，放着也没事。哎，我这个我上不了房顶，我这个。你有蹦蹦就可以上啊。找车。哎，蹦子嘞？蹦子可以上吗？我标记了一辆载具。应该。OK。我没上去过，我试一下。十八个人，他一直在看我。我打我的。哪里？蹦子，你确定能上？能上啊。从哪里上？你上。前方有危险。金马那个什么时候的呀？上不了吗？上不了就上不了，可能上不了。我靠！别吧。嗯，那个房间，那个厕所的人老看我。哎。哎呦！我不要待房间了，哎，我想待房顶，待不了呀。不能带。哎呀妈！我掉下来了！我靠！我掉下来了，咋整？哎，我不踩这房顶，我后面的一直架不住啊！哎，他们要了这房顶，吃的真快。他们都说我吃饭慢。你能不能，你看看能不能蹦子开到这个门这里，以后斜着跳上去。你踩我这个房顶吧，你踩我这个房顶吧。那个海边的山上好多人。这边吗？前方有危险。斜着跳，你斜着跳，斜着跳。不对，上去了。OK， 谢谢老板。我操你！你大开过来。妈的，我踩着上面你不死。吃完了，兄弟们，光盘行动啊！好惨，他要撞我们了，等肯定要撞我，撞我就掐雷。前方有危险。停了，他是圈。Yeah. 我不漏，我不给机会。他打谁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可能在打海边的，边不有人。有车了。有蹦子。撞了，在我这边，在我这边，四圈，我们四圈，嗯，这儿了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要顶，我要卡这队员。嗯，他们知道你位置吗？好、嗯，不知道，他们知道，现在不知道，那就行。对，他们要是顶你的话，遇到会可以帮你下。嗯，这里会玩的，我估计我放倒一个就够呛了，放倒一个就把我打，你们也得帮我打。你一会打到一个，你可以往这里拉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OK。我暂时不敢去那边，我怕后面闪，对，就怕这个枪响。嗯，这里金嘛，看他摇不摇他们，摇他们我们就趁机。我这个反坡的不知道死没死，好像是倒了，但是没死感觉。你那反坡没死呀？都响枪了呀？那反坡有人的。我知道是厕所。厕所哇，他拉右边了。我这个干他了，让我下。你自救，你趴到好的位置就别给雷补。对，最后前方有危险。你过去，你去顶就好，你不用管我。你给我封个烟，给我封个烟，屁股封个烟。我操！没事，我好了。转了。等一下，上是打是吗？那我就阿德。这反坡有人的。前方有危险。我刚才看到他了，所以我才救你们。就屁股分个烟，没有投掷物啊，难打呀！我操，我也没有投掷物。他在顶上，厕所顶上有一个。我们前面这圈很难受，你们得顶左边这个。前方有危险。从烟顶他，那个斜坡好像有人。斜坡这有两个，有人的。一对满天吗？他们已经拉过来了，拉过来好多个了。
那顶不了了，斜坡吗？对，拿已经拉到斜坡了。不好顶，我估计厕所顶上趴着那个人。能不能查到？这么硬、啊。他们那也不，他那也不什么是圈。嗯，他们那圈走在一点。他们，对。哎，我这里是圈了，我这里。因为你是圈是吧？妹妹过来，给我点子弹，五五六的。五的有吗？我这里。来了。你在我脚底下。可以分一半吗？我分七十给你。快丢！我没有5.56子弹了，我才看见。好。我只有7.6。前方有危险。左边有枪线会打我们，等一下我们要绕出来打。他去拉那个石头了。倒两个，倒两个，左边倒两个。直接压左边。压左边。管右边的，打右边的。压左边，好兄弟，压左边。左边只有右边只有一个。回去了，他回去了。打，最后一个就在右边。脸上。开车撵他。丢雷了！牛逼！牛的！哎呦，二杀吃鸡，好拉呀我！我加了15分，我1000的伤害，我靠，我杀！攻啊，都给你们补人头。12分就是50。我操！我好拉，我好61。杀吃鸡，260伤害，260。干嘛、啊？喂？对，我挂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什么修罗场是什么东西？什么是修罗场？大斗赛，人没齐啊，人没齐。现在只有三个人，现在哎飞不到这边，要退吗？这边20秒，退呀、啊、退啊，没人退吗？退不对呀、啊、我靠，等会啊，这一号是个妹妹，买人物价才多少一把？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一号是妹妹，修罗场是什么呀？什么是修罗场？现在大斗赛三缺一啊，差个人。明天就不和他玩了。近与人心，前方有危险。把这妹妹越陷越深、啊。妈的，还是我以前的那个名字有压迫感。啥名字呀？我以前也是挂了俱乐部名字，那个名字用久了。我看到那些单子，那些经常给他们打的，有一个黄金风衣的修罗场是什么还是什么东西的，你们还没给我解答一下呢。我操，什么是修罗场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打车队的时候哎不行，我没见我都不太对了。怎么假装看不见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
我沦陷啥？要我沦陷？我他哥要上分儿，我要。我带他玩已经是破格。破格了。天，你们在无中生有，我操！无中生有。让他来直播间 ，OK 啊！等下今天打完我就跟他讲。我们落这三房吧。我们落钟楼吧，好兄弟。嗯，钟楼人去。快点，快点，快落，快落，快落！我落下去了。那我去钟楼。没事，我一个人守得住。小心点，三号。OK。落这里可以清。后面很多人。对，外面很多人。可以清。我操！对面也在打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不急不急不急。干拉了。卡这个机瞄看都看不清。从右边给他绑了 ，OK。右边有脚步，不，别出去。这门有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操！这忙不打斗哎。我操，一号过去了。不管了。怎么办？我操！出不去了，他那有脚步，走走走，拿过来吧。拿过来，三号这吧。元气三红的，哎，脚步，把这个打，把这个打了。冲冲冲嘞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楼二楼还有。前方有危险。二楼挡，二楼挡。兄弟，我操！你兄弟。感动。哎呦！哎呦！这，哎呀！这我没办法。听到了，但是我还想给你摁着。摁不住。想要二楼，我秒了，尽力了，尽力了，没办法，他这。你那有人吗？还是你那有枪？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我还是我是有蹦子。啊，加油！在航线里头。都给他们秀傻了，哥加油！妈的，人太多了，打不过，救起来了，太能救了，我也没补掉，我操，打倒都没补上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好可惜。我们的这个比较的航线是不是跟敌人不一样的呀？一样的吧。一样的呀！我操，那我好慌，我在航线上。我需要侧边镜。
不跑。你们要四倍幸福。多的就要呀。多的多的。还给你们带握把呢。我有点事，我不要，我得挂一回机。挂多久啊？找个我不知道，我朋友来我这里看看房子。没事没事，我在坐车上啥的。咬了。我最有车，你把车开过来，然后。好嘞，我这边用蹦子。蹦子不行。最近。你坐车上，我带你去。我现在能玩一会儿，等我朋友他来。往矿场那边看一下吧，这航线飞不大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在往矿场走，我有416了，哥，快快来快来！对，看一下这马路有没有车，几月三号？然后渔村里面应该有人猫着。哎，死出来真难受。有没有吉普？有个人。登机的。嘟嘟嘟嘟嘟。牙收不到三爷，这落地挂机了吗？你们要握把吗？哎，上海有车啊！我有车，我有车，我有车。你们要锤那个直角吗？不用了，姐姐，有二级头甲标一下。好，我的车。一半，我也没有二级头啊。OK OK， 我矿场搜一下呗。行。我刚才听到枪声了。啊？这不我们开的吧？是你们开的。UZI， 是不是？不是。这么远不可能，听不到，那就矿场有人了。那就要小心点，那就不去搜了，矿场危险。走吧，我们去右边那些房区。我听到 AK 的声音了。AK 是我不知道你那个距离是能听到还不能听到。四倍镜，四倍镜。应该能听到。四倍镜。现在，走吧。哥哥，给你东西，别跑。这么好的吗？打个连搜。哇，这么好的。要不要充龙枪扩容呢？扩容？要扩容。OK。充龙枪的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跟二级脑壳。56呢？56，我有120多的。我有288。我操！那不用了吧？那都不用飞了。这有垂直啊，我这里有威胁上了呀，你看好狠好狠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一个屋子里面标不出来，又卡 bug 了，来了。哇，大都赛三缺一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我这里有物资。有人吗？能进能进。哦，有头甲吗？没有，这个啥也没有。这个他不是标了个二头吗？就那个房子里面我只捡了个二甲。哦，那我要二头。哪个房子？从扩容前方有危险。那个、扩容那个房子。好。哎，这个汽笛到底被吹不吹一辆呀？
明天就不和他玩了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这妹妹不行，我这不行不行不行。喂，对，啊，那个三级头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点错了。快速扩容你们要吗？那个通知呢？不要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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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需要枪托。枪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呦。今天连100分都还没上呢，我朋友他还没到，妈，卡在路上了啊！这血太实了，太实。嗯，没事，希望他来，我都不想招待他，他来看房子，我让他自己去看。来了。嗯，搁路上搞你。游戏重要，我叫他，简直无中生有。等我打完再看，不要急。有车，有车，前方有危险。可以摇。摇吗？往上面开了，他们跑了。无聊，这里60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你们缺吗？缺我给你们。120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我这里有物资。120。哇，这么多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我其实啥都不缺了，我就缺俩破龙。你缺的正好是我没有的，没办法。你们咋不去当那个电视剧的编剧呢？太会了，太会了。三缺一啊。我看一下。有没有人在啊？二哥今天昨天他已经说了他不来，他又伤在谁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粉色玛莎，往机针往这边走，前方有危险。OK， 好，不捡空投吧这一队。前方有危险。捡到这边，他捡空投应该往我们这边走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没有吧？那边那么远。哦，能啊，在这边能近一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对。哇，有 G3了，我靠！我是 UJI 给他一说的。噔噔噔噔，好像没有啊。这块有个年兽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没有，就二哥。咱们要不去找一地嘎了？嗯，对，不知道哎。看三号，看三号这么说吧。不去吧，不去。文件，文件，文件，上大分。好的，好的。对，上大分。你又忘了，你吃两把鸡，把那50多分给忘了，是不是？谁？你呀、啊。你呀、啊。70多分，我一天都得掉个100-200分。没有。无所谓了，我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都是三缺一啊，三缺一，跨修也不在、啊。不像我，我只能上不去，上不去。鲨鱼俱乐部，鲨鱼，这样吗？鲨鱼，
鲨鱼一 v 一没赢过，哈、啊，一 v n 没输过，我靠！我可爱看那个什么了，可爱看他那个，就是上回被别人抓，淘汰王了也。我有，这不会就是鲨鱼本尊了吧？哎，我操！一抓你就被炸了。他都起老板下午四点了他才来，这有女孩的名字，好傻逼。然后他还会夹人，他四点钟开播，他那个夹是真的屌，一般女孩子都夹不来。把头伸得很长，然后夹到在路人，有时候还没夹住，知道吧？有时候没夹住就老牛逼。前方有危险。点错了。不懂人情世故，什么不懂人情世故？我大哥该交的学费都交了呀。对不对？我输的时候也他哥的嘎嘎输独家赞助商啊，怎么也没看别的其他人给我人情世故一下呢？前方有危险。好的。粉色玛莎。看到了，要过来的样子。要过来吗？哎、他走了。从一边走，从一边走。往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要收钱，看钱。我聊起来了。他大狗打。他打龙，能不能来杀？你也这么穷呀、啊？拿 AK 扫，我也没办法呀，没枪。对呀、啊。你的 AK 能扫到吗？你没枪呀、啊，没办法的，打点吓吓他们呗。哎，浪费我。走了，进圈了。好。对。那120子弹被你捡了吗？我捡一下。来了。咋蒙带都丢了呢？给他状态打满，这把人挺少的，20多，像上把、前把，30-40。炸倒了一个有自救器的。前面空投。带息系带息，大家是大家，你得搞清楚啊，好兄弟。啊，你这个大家二字形容的不太恰当。那黛西是我好不如他可以随便说。有人一楼有一个倒了救一下。一个。我来救。他们倒了两个。他们那个很长的在打药。快点打药！这个大菠萝哪来的？我操！我跳到楼上。等一下 ，OK。我扔雷了。支持，还有雷吗？牛的，没了。没有了，没丢了。我操！你刚刚门那里怎么跳上去的呀？叫身法。我刚才把那火都丢到他身上了，然后他不死。落了。箱子，救我！救我！爬进来！救一号！先爬进来！我爬，没事。
哎，不在这里，他们教堂的连拉带补了，滚你！哦，谢谢哥哥。不是有自由器吗？怎么有死了？那个人刚起来就死了，还说没死了就死了。牛逼！我人都傻了，我操！我靠，两把枪直接摁没死了。哎呦！我操，这木刀皮吓了我了。哇，那祭山让我打得好惨，还好他想出来补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让四号给他打，牛逼。对，先把416，UJI挺老，挺牛逼的，我操！哎呦，有一个还想打我，他出来打我，我他妈的，没子弹了，我说着摁着呢，你就怕那个那边被补，你搁那摁着不放。摁着下来，我从上面下来，因为他们全滑下去了，有一个本来在楼顶也下来了。兄弟，好，掉下来。可以。这闪包要不要捡一个？这还能用吗？这不用啊，我操！这个圈。去城头呗。走。哥哥。走。来了。你们开一辆。我开的送，我开有哎，没大油，我没油。我操，没油，那我有油了，那就开一辆吧。油丢了，我想着绝杀先把油丢了。我还有个小狮子，扔了吧。嗯，用不着了。闪包的话，这个圈数完还能用吧？这个圈数了，差不多用不了。减上没减上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他看到我们了，然后从房顶跳下来了。还在房顶，刚跳下来一个。对，到左边这个楼了。穿的跟哥一样的，是个猴。欢迎你哥。那个不动。在坑里面，等一下不好出来。等一下今年有人的话不好走。我操，这个好残忍！山上那边起烟了，二楼一，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，那个圈儿坑里山上，前方有危险，上去掉一把，山上站了吧，走山上。应该是防区那队应该是满编，我看到如果两边都是一队的话，没上来四号，找车头上不了车的，对，车头上不了，怪不得，我操，打上了也把几个了。